不希望儿子那个。将来啊，你再看原子弹一爆炸，你就知道了啊。美国得死16000万，报上都有，电视里也报告了，妥不了。说老天呐，朱天仙佛不忍的这个好人糟践，善人分班，这才大开首都。你们今天在座的，只是有这点佛缘得到，你没有这个佛缘呐，请你也不来，别给自己看清了啊。我们人人才能过过呀、啊，你办佛事都得过过，这个教员赚钱吃饭，做好事就是好人，做坏事马上就说你是坏人，这个人人全知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我做佛事救人，你不现在就得过吗？释迦牟尼佛也有太太有儿子，那不跟我们一样吗？什么叫佛？那个还有太太有儿子，怎么能过来？人家做的那个事情，济世救人，牺牲自己，百年之后人家成了一个佛，顺口语，不佛圣人。我们呢，就为自个占便宜，我有钱，我便宜就好，我便宜就好，不管旁人。这叫私心，哎呀，还越大越好啊！我都是累得我吐血了，所以我求到了，我一刀两断，我不要了。我挺现在还活着呢，民国27年，我38岁吐血，净惦着发财嘛，黑心白挣命嘛。我那治安厂，我做治安厂的，450个工人，黑心白哇，进去过不了了，全是假的，一刀两断。我要不扔下那个共产党构成，我活不了，早死了，给货卖了。先不说嘛，你有财产，你有罪。这是什么话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到时候与共产党一斗争才知道，有财产全都活埋了，全死了。这你听见说过吗？是不是、啊？所以仙佛不会骗人。我们现在呢，老师领命之后是神道社教，既是人来说话。刚一求道那个时候，人家不懂吗？全是仙佛来说，某年某月某日你造的什么罪？给你说说，谁也不知道我做这个事情，你先不给说说。你爸爸第一受罪，你不信叫你自己去看，你不信有天堂叫你自己去看。死了你死生有神，先不说死生有天呐、啊，你自己不当家呀、啊。刚才我说嘛，这肉体你自己不当家，那在里头他的表现嘛，一甩手哗躺那好几个死了，大院里去。冬天呢、啊，都北方冷，大院里是3天冻成冰棍了，大家都吓得不得了。你掉到火了，给打进来，毛巾给捂捂，马上就得捂。全是这个闲话啊！仙佛不会骗你，仙佛骗你干什么呢？你限购你花钱，你限购你自己吃，仙佛也不要吃。你拿钱拿钱，仙佛要钱干什么？仙佛不会骗人，你信。到时候你就知道，所以我都信，事业不做，家不要。民国28年，全都扔掉了。哎，民国36年，选总统，选立法委员，37年选总统，共产党斗争，有钱的财产的全给我买。37年我来台湾，你远远的去求接济难嘛，你替天办道，老天不辜负人。听懂这话吗？啊、哦！现在你看嘛，外国人来了还给我磕头，你趁多少钱也赚不到啊！所以天地之间唯道不知，道什么道啊？就是我们一点，我们那个命，我们那个命最宝贵的。这个人你不要命了、啊？他说的这个生命，我们说的是那个天命，这个生命不是你的，那个天命也不是你的，是老天那儿来的。圣人告诉你嘛，念出天命之谓性，你这个灵性是奉天命而来。现在我们受这一点明白了，这一点叫得道。各位给你讲的这不是道，是教。各教会全好，是教没有道，所以你信，念佛也好，信耶稣教也好，信真教也好，我全都，全都好，为你自己好，你不能及时修忍，所以。2500多年了，念书的多了，没有成圣人的；念佛的越多了，没有成佛的。所
所以度过千军万年不如明日一点。今天我们受这一支点，不明这一点的宝贵，是开这个法会，叫你给你提提醒，希望您明白什么？明白我这个命要紧，上天堂是你那个命，那个灵性，下地狱也是他。今天给你开个天门了，叫你走上天堂这个路。今天还给你讲说，叫你明白这条路，你自己乐意走你就走，你不乐意走那旁人没有办法。我求仙佛，仙佛救不了人，大家得要明白啊，听懂话吗？希望你们大家回来讲明白呢。啊，我今天拿来那个给他们讲讲啊，地志向，地志愿的品德，对不起，人格没有了，你吃喝嫖赌那个人还有人格。是不是我们希望家庭儿女好？是不是？是。是你吸烟了喝酒，你儿子一定吸烟喝酒。你家里的有，你教给他们。你又赌钱去了，又花呆跳舞去了，你儿子还消好，消什么好？你天天教给他，他能吗？你看现在这小孩还不会走路，给买鞋、买袜子、给买手枪、买汽车、买飞机、买炸弹，叫他玩啊！长大了，他都知道吃好穿好玩。他拿真枪随便打人，你从小你给他买手枪就对。我小那时候有枪，我外头住家有大地户啊，那叫牛腿子枪，装沙子的，打鸟啊打人。我那我老人就小孩子别忙着玩，危险。现在你知道，爸爸妈妈给小孩买手枪买机关枪叫他玩，长大了他拿枪子打人。儿子打他爸爸，前天晚上儿子给他爸爸打死了，拿枪。他爸爸在上别冒，他拿起来咔给他爸爸打死了。看报了吗？是吧？不知道。知道有知道的，你没有知道的说。你要从小他不叫他玩，他拿那回怎么拿那打人？所以我们希望儿女好，你自个儿得做一个好模范。听懂话吗？你省吃俭用，刻苦耐劳，家庭条条有道理，孝顺父母，和睦兄弟，净做好事，说好话，一点嗜好没有。你这小孩子随随便便，他养成自然。现在你看看您，大门口你先不知道脏，一点好事就做了。人说我们台湾脏了，你早起来门口你运动运动，二分钟扫扫地就好，他不做。你看台北公寓是这个房子，你个楼梯他都不知道扫啊！台湾人这个习惯，这个都叫习惯。马路随便吃东西，吃完东西随便地上扔，他就改不了吗？习惯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是另做一个新人，过去的不算了，好好，我们赶快做。哎呀，我希望人好，我得规规矩矩。这无形之中，圣人讲的行不言之教。你这么做，你儿子闺女他随便到你这就做了，他一定错不了。大家听懂吗？听懂。听懂。回来啊，我这个老了，说话记忆力也差了。这是人家讲的这个，立志与立品，品都是品德嘛。你这个人没有德性啊，这个人品性坏了，人格没有了。现在我们得点到点到你是人呢。人格什么有了，你磕头烧香念佛经有什么用？你想想看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磕头我修道去了，那都什么忘了的。所以天道由人道做起，听懂话吗？人格什么？我们圣人留下的大学那个正心诚意修身，人人正心诚意修身，世界马上开。大二次大战以前，哲学家有名的，哲学这名字我中国没有啊。有哲学没有这个名字，孔老夫子讲的哲学没有这个名字。上美国杜威，那个胡适就是杜威出的，那根本他是共产党。现在怎么着研究人生哲学的，美国总统演讲的时候各国全讲说科学进步没有办法了，这造原子弹这毁灭世界，这怎么办呢？科学将来不能用了，要求世界永久和平，一定实行中国孔孟老子的人生哲学。现在全世界以中国孔孟老子为哲学的鼻祖，外国人说的，我们中国人念哲学太少，
你看你们经大专的学生的，你看念过的，你看有没有念哲学的？有没有？有这样哲学的吗？有没有？哲学系的，极少。哲学系的，一个也没有啊。台湾这个大学有四个大学有哲学系的，没有几个人念呢。这么些年了，才有一位哲学博士，今天才修成，基隆的吴清的。就今天这本给我拿去了，他得到了心，研究哲学的念文学，他得到了心，他念中国书嘛。现在那个凤甲学院一万二千学生，刚成婚礼他不懂啊，他里头没有文学系啊，没念中国书啊。现在我们道学形而上之谓道，不是有形有象，有形有这个全是坏的假的。我们这个灵性这才找着，书上有吗？形而上者之谓道，不行不行，什么呢？我们得这一点才明白了，听懂了吗？希望你好好的发个大志愿，从今以后另做一个新人。有功夫，我上外边转悠去了。你看现在过节了，汽车挤不动，爬山了这儿跑那儿跑，你这子有什么好处？可都是花钱受累。出车祸还死了，你有这个功上，我能给大家研究研究，研究研究中国的文学，研究研究哲学。道是什么？道是万事万物的总枢纽，科学化学全有进步，唯有研究哲学的世界没有进步，给孔老夫都请去了。这个道就是哲学的总枢纽，希望你们大家好好研究研究，听懂话吗？好。你们立个大志愿，怎么着？我们要为人上人。圣人讲的君子上的小人下，我们是人，千里说人，不是禽兽。现在人全变成禽兽了。你看看社会，你看，我都给你提醒。我们今天又得到了，我是济公的弟子，我们能够立功立德，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求。除了这三样，你发多大财也不能留名后世，全是人做的。我们不能做，不能做，能守守什么？哎呦，我今天得到了，早已做不规矩的事情啊，我全改变了，不能再做了，不能叫做错了，造罪更不可以了。我另做一个新人，有嗜好华文，不能改变，守佛规，你求道立的愿，天板挂号了，你守住这个愿，我守住这个心，我永远不做坏事。保险你上天堂，保险你脱离末劫年，老天降道作为叫你脱离末劫年，原子弹爆炸你活不了。为什么大家人家渡人啊、兴功啊、开矿山道的呢？将来开龙华大会，难功定果呀。你没有功德，你没有果位啊。好比孔老夫子，大家成圣人，他不周游列国，不渡这么些个人，谁承认他是圣人呢？你要渡他那么些个人，百年以后人家也给你盖个庙，也称你是圣人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大家听懂吗？好。希望你们大家将来全称大佛祖、大菩萨。还有一个女的，我见面就跟你提这个。自古以来修道是没有女的，孔老夫子三千徒弟子没有女的，释迦牟尼佛十二个大弟子、五百尊罗汉没有女的，耶稣十二个弟子没有女的。我们中国历代传统一代一代的祖师没有女的哦。我求道的时候女的都少，我们北方那个女的不准出去。先佛说了，诸天仙佛全降世了，我们都问嘛，我们这样的能普度众生呢？有钱有势的叫他办道多容易呢？先佛说了，那个省主席、城里佛堂能卖菜的，谁让他这去啊？再说你一生才一个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佛都打开了，仙佛全降在普通的人家，直到人生苦，生老病死，奔波劳苦，生儿养女，老了还得死，直到苦的容易修道。仙佛菩萨大半转女身啊，我们都问什么意思呢？女人造最少，你们全都念书的，女人造最少了，你没念过，外边书也没有。那仙佛正在跟我说。你们念过书有女人造最少这句话吗？没有。说顶现在各处净是女的，那时候说没有女的，现在净是女的。那年前三年到日本开参会，把我去了70多位，50位女的，证明你们全是仙佛菩萨降世。
可是你将士这次你不修你不办你回不去了，入住会转变吗？你们不懂啊，那阵儿都全在先锋给说，改天班换地班冲整世界另一天下，魔王将士要毁灭世界，造原子弹将来不能给世界摧毁了吗？先佛将士要整理世界，他回完了，我们要重新要整理世界，给他盖好了。过去报见呢，将来你就知道了。希望你们诚心办到，将来你都知道了。现在我说你也不知道，听懂话吗？好。希望你们立个大志愿，啊，替天办道，代天玄化，普救众生。这是佛祖说的。总统他不敢说代天玄化，你听他们敢说，我们敢说。你们让文革天道老天叫我们说，我们代表上天宣扬大道，度化世界的众生。你不说佛合是什么？你想想看，并不是花钱能买，你有学问呢。一个字不认得称大佛祖，烧火做饭称大菩萨，人家真功实善为大家好。你看今天你们吃饭，你看看人做饭的老太太，手老手活，黑漆白的给你们，人叫行真功实善为我们，听懂吗？希望你们大家为齐家赶快齐家去，亲戚朋友无辜救生赶快都给他了，救他的命脱苦海。过去没有了，现在大道已经要命了，命了以后没有了，将来教会了一点超生没有了，一代祖师过去没有吗？你孔老夫弟子成圣前顶现在2500多年没有吗？释迦牟尼佛成弟子，现在尼姑和尚多了，没有成佛的。说名师难遇，人道难逢，现在叫我们遇见了，听懂吗？遇见了你不抱住了，你不跟他走，过去你看是好了，再找没有了，听懂吗？希望你们立个大志愿啊，最好啊，我们家庭得有改变的，乱吃东西全有了病的。赚着钱孝敬医生也是花不来，我来台湾30多年，我永远没有感冒。早起来喝一大杯水，你不感冒？我告诉你们，早起来先喝一大杯水，听懂吗？晚上刷刷牙，早起来不用刷。你看我一个月80多岁，我一个牙没掉，我怎么晚上刷呀？我也不知道吃完晚饭以后我也不吃东西。你得改变这个环境，你不改变，那你怎么会好呢？我总有病啊，胃病总有病。你不说吃东西它不都好了吗？药治不了病啊，听懂吗？